爸妈去年来的时候的话，我给他们做过一桌菜，我给他们煮过面，因为我妈妈就说啊，上班好辛苦，然后都由她来给我做饭。我做的菜呢，我妈吃过一次，就四年前吧。我还没有给我妈做过一顿饭呢。给我最爱的老公，以你为代表的旅客吧，以我妈为中心的全家人吧。比赛现在开始，就是咸我能闻出来。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，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成了大葱。其实这算一千三百五万。恭喜！还有升级版的啊！太可以了，非常高兴见到你啊！冲进来了，像在研究高科技，叹为观止的感觉。对，太好吃了，回味绵。无味。风儿它吹动我的船帆，无为，为了这身蓑衣我练了一首老歌。然后我为什么要穿这个蓑衣上场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位嘉宾啊，他们都是江南人士，所以呢穿的跟渔夫一样。有请两位大厨达人。这个刚听到我这美妙的歌声没有？是啊，听到了，好美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很不搭和你美妙的歌声。你们这样，你们先介绍一下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大家好，我叫赵怡，来自浙江嘉兴。大厨介绍一下自己呗。我叫罗青，我来自鱼米之乡安徽芜湖，我擅长的是南湖嘉兴川菜。哎，你都是水上人家呀？对，嘉兴的，芜湖的，是吧？我想向你确定一个事儿。您说。你们那儿的这个渔民真的是像我这样，就是他这么夸张？所以现在不剩这个东西了，现在技术含量高多了。导演给我眼色可以过。这个有点小，你这是好看，我们挂那儿，我们在这儿我们挂那儿，我先搁旁边。哎，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呢？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我们嘉兴的南湖川菜船娘烧肉。船娘烧肉用到什么食材？您先介绍介绍。必须五花肉。五花肉。还有配料是我们老家的那个特别，我妈妈给我寄过来的笋干。第一步要干什么呢？首先我们得把肉焯一下。对，上船坐下，我负责烧。哎，热水凉水啊？有热水最好了，因为我直接是把肉焯一下。这个菜为什么叫船娘烧肉呢？因为以前的话这道菜必须是船娘来做。没有船夫啊？很少，因为我们那儿是很多以前的居民都是傍水而居嘛。然后男人呢是负责打鱼耕种，而女人就负责那个摆渡，是吧？划船。对，为游客划船，然后还要做吃的。块儿有点大也需要这么大。对，它要稻草，稻草扎上的，它稻草得给扎起来。都是大概是咱们平时吃红烧肉的四倍的大小。对，我们这个不是炒那种糖色的，是那个炖出来那个颜色。焯多久啊？一分钟。好。哎，大叔跟我们说一说，这个南湖船菜是一个有什么历史渊源没有啊？是，就以前船娘从船上做的菜。对，明清的时候开始的。你这个也差不多了啊。对，可以了。腌制一下，有一大碗，大碗就行，可以，这可以啊，加一点酱油。大概你刚倒的那个量，就这勺的话，也就是三勺酱油是吧？然后三勺料酒。现在是让它有一点点味道和颜色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把肉给炖酥了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我们要给它绑起来。你绑肉干嘛？肉会很紧。哎，我们听过以前有一个词叫五花大绑，是不是就？对，有可能。就这个是吧？就这个稻草，就是我们老家的稻草，就是这个啊。这个就是闻起来哈，它有特别浓的，就是。大叔可以帮我一绑吗？跟树叶闻起来有点像，这是什么草啊？我们老家那儿不是嘉兴粽子特别有名吗？以前不是用那种线绳的，最早都是用这种稻草。是不是有点像那个？就小的时候我们去买药的时候，或买绿豆花。对。然后呢，先给它这么一绑。对，这样吗？对，转个圈。转个圈，一定要给它捆紧了，因为它煮的时候它会缩。
捆紧了以后，这个肉炖起来比普通的炖肉会更香。对，再打一结就行了。对对，这是我们那儿就做川江炸肉的一个很特别的方式。它让香味和肉的鲜味融合在一起。嗯。船娘，你能不能勤劳一点？你自始至终只绑了一个，你是教我？不是，大厨手太快了。嗯，我觉得我可以打下手。你准备下一步，我帮你绑啊。嗯嗯，我准备水。嗯。您帮我拿点粽叶行吗？粽叶好。嗯，我现在是要把这个粽叶铺在这个锅底炖肉的时候。做一个肉粽吗？就是纯肉的无米的粽子。你可以这么说。你为什么不把它铺好之后再加水？是刚太紧张了吗？是的。嗯，对，大家在家做的时候先铺好粽叶之后再加水，要不然这粽叶老往上飘，铺满了。然后这个肉皮朝上面。在底下垫着它，您刚说有什么作用来着？首先是能够让火不会把这个肉给烧焦了。嗯。还有是这个肉啊，它吸收粽叶的那个香味儿，没有那么油腻。是吧？嗯，我们那儿以前传统的就是做肉去腥的，就是加花椒酒。对啊。嗯。我来教大家做这个配料。首先我们得煮鸡蛋。煮鸡蛋，煮鸡蛋。嗯，加点热水。凉水。啊？凉水。煮鸡蛋用凉水。对，否则会破壳的。大厨应该用凉水。对对，凉水。看，这次我对了。有白醋吗？加。现在是凉水，然后加白醋。一点点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它的味道，而是它的作用。嗯。它那个白醋的作用吧，它是能够把蛋上面有一些那种小的那种裂缝啊给保护起来，它不会破壳。加了白醋不容易破壳了。加了白醋不容易破壳，您回家也可以试一下，反正也是我妈妈教我的。我待会儿就看它会不会破。现在我们要切笋干。以前过年做这道菜的时候泡这些笋干，因为冬天嘛，要2到3天才能泡出来。对，最好用淘米水泡。对，淘米水。大厨说的太对了，我们为什么要用淘米水还泡那么久，2-3天？它干吃了以后有点涩味。嗯，淘米水泡好了以后会煮出的清香啊，对对。哦，就淘米水给它搁那2-3天。那我来帮你切吧。哎呀，大厨又看不下去了。你这鸡蛋差不多了吧？看一下有没有破，看。哇，好神奇！太神奇了。看，很完整，一点白色都没有。我应该配合你，哇，好神奇，很完整，一点白色都没有。哎，真是啊，加了那个白醋之后，它就不容易破。对，那我们把它捞出来吧。我们煎一下，锅下没有那么烫，然后也会好剥一点。但是我还会有一个小窍门。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不用手剥了。对，说的太对了。是不是有一个剥蛋器？没有，哪有剥蛋器啊？啊，不是煮蛋器有没有剥蛋器啊？倒是可以发明一个，我给你拿来看一下啊。嗯，这不就是一饭盒吗？对呀，饭盒，我们可以给它搁进去。先试一个啊，先试一个，我给它盖上盖儿，温柔一点，否则它会烂掉的。否则它会烂掉。它在摇骰子。Sorry， 真的烂掉。就是因为船娘太温柔了，任何的这种饭盒，轻一点。你猜呢？破还是不破？不破。啊，还不破？你呢？当然不破了。等等，嘿，真的不破哎！哎呀，真的好棒、啊。现在我们就是加那个酱油。嗯。酱油这个可以多加一点，老抽不要太多。我们那儿不炒糖色，就是靠老抽来掉色。但如果加太多，它会发黑。给我冰糖，谢谢。现在就直接加糖了。这是你们地道的做法吗？是啊，我妈妈教我的。给鸡蛋切一下。嗯。它能够入味儿，然后样子也会比较好看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卤蛋，待会儿。对，带花刀的卤蛋。
哎，你们穿过蓑衣没有？为什么又要给我们穿蓑衣吗？不介意吗？不，很介意。大厨介意吗？可以，我可以。不是我，因为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穿上的效果，我想看一看别人穿上这个儿童版的这个蓑衣是什么。我这个服务要另收费的啊。要另收费是吧？对。这个，你转个身。这你转个身。哇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折翼的天使。哎呦，这不是折翼的船夫，行吧？我把这拿走吧。好，你那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哦，已经上色了。你拿锅再收一下汁，会颜色会更红亮，颜色会更亮一些。你收个汁是吧？那大叔，您帮我收个汁。嗯，好嘞。其实传统的大概在这一步就差不多了，嗯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大厨呢又增加了一步收汁，会让颜色更漂亮。您可以选择性在家这么做啊。今天又学到一招，收获大大的。这个大火收汁了以后，汤水很粘稠。嗯。哇，好漂亮！出锅了。咱们还是讲究一下，就是真的摆个盘啊。嗯。香哎，我好像又回到家。到南湖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太太的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，同时呢，太太的调味品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就知道这道嘉兴人过年的时候吃的船娘烧味怎么做出来的。关键是今天咱们不用上船，就能体会到嘉兴人过年的感觉。开饭吧，是来吧，好想吃。您先判定，就是这道菜，就是它这个火候各方面，您觉得刚对吗？您不是擅长这个是这样啊，这个红烧肉你擦一下，嗯，提不起来这个肉。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赶紧吧，我觉得我应该先吃一个蛋。我吃一块笋干。为什么？我吃一块笋干最好吃，肉的味道全在笋里面了。大厨也吃笋干。哇，哎，这个笋的肉味特浓。哎，它是那种清香型的味道，但是呢你一嚼之后有那个肉的特别浓的香味。你收一下汁儿以后更香，我觉得。嗯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让我感觉到高手在民间了。谢谢。这道菜跟您的水准比起来还是不如您。已经超过我的水准了。就这道菜。对，五花肉切块，热水中焯一分钟的样子，抹上一些酱油，把肉用稻草扎紧，在锅底垫上粽叶，把肉皮儿朝上放入锅中，鸡蛋啊煮熟，泡好的笋干切成小段儿，加入酱油、老抽、冰糖，继续煮一个小时左右，到这个筷子触动这个肉的程度，可以移到一个炒锅内，大火收一下汁儿。这道菜就好了。那您接下来怎么对付人这个船娘烧肉？您拿什么菜来？它有它的特色，我有我的特色。嗯，做一个什么菜呢？溜三鲜。您做这道溜三鲜主要用什么食材啊？这道鲈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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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虾仁。虾仁。哇。这第一鲜，第二鲜。嗯。还有一鲜，第二鲜虾。这个鲜笋。鲜笋。对。鲜笋。您小二陪我换个锅。好，我把这锅给您换了啊。哇，大叔这边在切，这边就已经点火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笋给焯一下。啊，整个焯一下。里面放点盐。放点盐。嗯，盐跟笋干一样，是去除它的涩味。涩味儿。嗯。咱们刚用什么方法来着？淘米水。用淘米水。嗯。然后呢，用这种鲜笋的话，想去它涩味儿的话，加盐。嗯。焯盐，热水加一点点盐，然后大块的这样子焯它。哟，您这手够麻溜。嗯。这个片鱼从尾部开始，因为它的鱼的纤维是顺着纤维走的，顺着纤维走，这样烧的时候是不容易碎，制成成品以后会影响美观，是吧？没事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切啊。好，我们不催菜，上菜晚了我们也不罚款。哎，大叔，您为什么用的这个笋是鲜的冬笋？你刚用的是笋干儿，对，我是。但同样都是从嘉兴来的。嗯，这个鲜的笋它是体现到一个鲜，因为南湖菜。它讲究的是鲜嫩，当季节的蔬菜啊，应季菜。对，我们有一句话叫不时不吃，就不在季节不吃这个鱼。时候不对，我坚决不吃。坚决不吃，是吧？啊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接下来给这个上浆一下，黄酒一勺，啊，有点就可以了，盐少一点，给我来点鸡精。哦，对，我们那儿没备鸡精，在这儿呢。嗯，要多少？要一点。哎，就这么点就可以了，够了。腌的时候放一点鸡精会更鲜。嗯，清水，让水先渗透进去。哦，这还是有就是先后的顺序。好，再给我来个鸡蛋。生鸡蛋，生鸡蛋，生鸡蛋。还说刚才的那个卤蛋。那个蛋已经滚走了。滚走了。是整个鸡蛋吗？还只要蛋清？搁点蛋清。哎，这个上浆，我觉得这个鱼做出来肯定非常的嫩。
照到它表面发亮，发亮，有弹性。QQ 的吗？你看现在已经晶晶发亮了。对。好，这时候搁点淀粉，给我来点油。好，来点油。好，现在这个浆好了以后，放冰箱里放一个小时左右，就是说水分全部渗透进去，味道也已经进去。等一下烧的时候，口感会更好。是吗？有没有提前蒸好的？提前蒸好的有的。有是吗？那我给您换一把这个，我们搁那个淀粉做。好，这个笋是不是已经好了呢？嗯，差不多行了，可以捞出来了。好，搁旁边备用哈。给我。我刚从冰箱拿出，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。你看它这个状是本来您搁的油多，还是它就是在蒸完之后就变成这样特别透亮？对，搁那个油隔了它的表面起光亮。这个油多没关系，等一下你过油的时候它油不会浪费的。还在锅里面是吧？对，那我们接着来呗。好嘞。这个这样切就可以了，切成梳子片。像一把小梳子，对，长得跟梳子一样。哎，这是一道那个嘉兴的那个传菜传统菜吗？对，这个是传统菜。我们现在再配点别的料啊。好，为了美观，我们做个花啊。胡萝卜花。咱们大厨今天雕的这是什么？雕一个什么花呢？小鸟吗？一个小鸟。哎，这是小鸟，猜对了。小心手啊！哎呀，就是裂变成很多的小鸟。咱们所有的小鸟也切好了，这个什么都片好了，什么时候滑？我想看看怎么滑。现在就可以滑了。我们来点油，这个油也要稍微多一点。我们的节目用油是嵊州白金优选食用油，嵊州为国人制好油。烧到几成？这个烧到三成热。可是我怎么着一把油不能拿温度计量啊？你拿手试一下，有灼热感就可以了。再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可以拿一个鱼片，鱼片里面试一下有泡沫起来就可以了。因为它外面有这个本来有淀粉，然后立马收缩，有泡沫的时候就合适哈。好，现在还没到。这个鱼要滑了，它要滑了，这可以了是吧？一下子也可以了啊。因为刚刚放过油，现在很容易滑开了，一下子都散开了。你看得出它和炸有什么区别吗？它很滑。它很滑，就看起来很滑，就是滑。炸的话会一下子变得很金黄，你看它颜色还是白色的哦。是不是滑？第一个是进去它的状态，鱼片的状态是滑的，油温没有那么高。另外一个就是它很快，对，滑滋溜一下就出来了。只要熟了，我现在这个滑的不是很熟，因为等一下还要下锅烧的那接下来下一步做锅水啊，做水，热水。把这个焯一下，里面搁点黄酒。黄酒去腥味的啊。里面搁点盐啊。盐把这个青豆咱们现在是焯青豆，搁了青豆和盐这个笋片胡萝卜就是我们的小鸟。可是这些蔬菜用得着去腥吗？有虾，因为让它煮熟一点，还有这个虾。颜色好好看，你看白色红色。好嘞，现在我们这样就可以倒出来了。那现在你讲的这个南方的溜跟北方的溜是不是马上要进行区别？对，就有区别啊。让我们看一看南方的溜是怎么溜。先加点料酒。盐。好，鸡精来。鸡精在这儿。一勺。好，现在把这个材料放进去把食材放进去，开大火因为这个东西全是熟的了，稍微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给它水淀粉勾个芡。这个步骤叫溜吗？对，这就溜完了，就跟刚刚那个滑一样，就是我还没有看见的时候那个就过去了。整个告诉我这叫滑不叫炸。我们这个芡稍微大一点，它为了保证这个原材料的鲜味和保温时间更长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装盘。哇，颜色很漂亮哎。太太乐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，同时呢，太太乐调味品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就知道这个溜三鲜跟咱们北方的溜有什么样的区别了，而且人家特别的时令，白滑溜。
这个笋、沸水、鱼从尾部开始片，让鱼片不坏，增加美观。鱼片上浆，这个笋切片。接下来是油温120度过油，再倒出来以后，所有的原料沸水，倒入原料，勾芡翻炒，出锅装盘。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嗯，好嫩。嗯。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是个坏人。别就让你见识见识。走走走。想清楚再说。去给我洗干净。洗干净。我让开，我让开。那你离他远点吧。谁？我就是，我是不一样的烟火。哦，是这样切的呀。哎呀。我们节目请来了一位来自四川的大厨。我切的这个哈，这蒜面。马鞍山话怎么说呀？拆的这个搞点个麻油。西安的。辣子又大又小。唐山啊。出锅之后我放一点点。哟，哎呀，你这，你爸妈不着急。我又不是女人。哎呀，别放回去嘛，又不是我家。没有谁了，太好吃了。干嘛呢？就是咸，我能闻出来。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，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尝的大厨。其实这是一切是矛盾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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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升级版的啊，太可以了！非常高兴见到你啊，冲进来！酱蘸研究高科技，叹为观止的感觉。对，太好吃了，回味绵啊，嗯。您说了，这道菜其实是在船上，船娘来招待贵客、贵宾的哈，它有什么寓意啊？什么？相传民间招待贵宾用的，里面鱼、虾、山珍齐全，预示着风调雨顺、富贵、吉祥、吉祥。我觉得在船上招待贵客的话，就是让贵客能吃到在船上最鲜的食材，这是这道菜最用心的地方。